同一个挚爱的亲人谈论他生命最后的阶段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涉及到这种事情的每一个家庭，都会经历一段特殊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是无法与其他任何事情去比较的。然而，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着这些挑战。这个节目将会播放一些每一个人生命中都会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子。我希望能够让你思考在你家庭里面有可能发生的事，并且希望帮助你们如何去进行交谈。